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贤贤。你看，妈妈，你去哪里哦？就是他了，魔人莲藕。我妈妈在采好料喽，嘿嘿嘿。哎呦，哎呦，妈妈在采好料，就是它了，这一堆。嗯哼哼，莲藕，嗯哼哼，嗯，嗨，嗯。有荷叶哦，今天可以好好吃一顿喽。老了，这里一堆，那里也一堆。妈妈，你采的好料啊！这采好料，老料。再回就来，丰收换了。这个好料，嗯。莲藕。嗨，你看，这里这条也是一模一样，到这里。我教你学游泳。我阿三，你别惹狗哦。嗯，嘿嘿，好多、哦、今天的丰收货。妈妈，你的手上那些好多。好多一箱，好嘞，好嘞，老妈，这是本期视频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